大师兄，咱们这次一定要查清楚师父的死因。师父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仇人是很多，但谁有这个胆子敢对师父下毒手？这一定是小日本之时干的。兄弟们，我现在就下山为师父报仇，跟我走。报仇？站住！没我的话，谁都不准去。大师兄，越是这个时候，大家越不能乱，敌人就等着看我们先自乱阵脚。师父，你放心，要是让弟子知道是谁害了你，我一定把他揪出来，大卸八块，为你报仇。老二，你侮辱我也就算了，但是你不能对江先生恩将仇报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将师父活着救回山上的。不活着送回来，你怎么有机会下手？没准你们是不是想从师父那里得到什么？少废话。好，真好。冷言，王八蛋，我杀了你！啊！师姐，山下来了好多日本武士，大家不要乱，我们要以大局为重，当务之急是一致对外。恩公说的对，兄弟们跟了我爹这么久，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大家都不要慌，当务之急大家是一起打鬼子，有怕死的吗？好，娟子，看好孩子们，其他兄弟抄家伙杀。师妹，要不我们先撤吧，另想对策。我爹留下的巨债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？小姐，你看好孩子。好。二师兄，跟我去杀小日本。兄弟们快抄家伙，这日本人来得太蹊跷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把寨子守住，绝对不能落入鬼子的手中。大师兄还是不能硬拼呐，等我们的援兵到了再把寨子夺回来。老六，机灵点，见情况不妙，你带着保护大师爷先撤。好。王先生，将军，你是日本人？孩子们，快跑！呀！哈！啊！别跑！呀！二师兄，他是日本人。对不起了，
虽然日本人把我们寨子毁了，我日后再给你借一个。我不要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二爷，我总觉得大师兄不可能伤害我爹和亮子。我也相信大师兄为人，除了大师兄还能有谁？那你告诉我是谁杀了我爹，你跟我说。冷静啊！我不要，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是赶紧找个落脚的地方。兄弟们，咱们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快。其实我们一直怀疑冷岩和日本人有勾结，只是没有找到证据。巨寨之战如果没有内应，日本人是不可能对地形了解的那么清楚，山寨也不可能受到这么大的损失。可以肯定，你师父和亮子就是他害的。这个王八蛋在山上，我怎么遇到剁了他？师父拿他当亲儿子，恩将仇报，畜生都不如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师父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为什么执意要回山寨？他是为了引出冷岩。对，我们的交通线自从被日本人破坏以后，我们很多同志都找不到组织，日本人的谍报机构处处渗透，导致我们敌友难分。你师父他知道山寨也出了问题，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引出内奸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山寨的内奸竟然是他养育了多年的弟子冷岩。冷岩老弟啊，你可是大日本皇军的有功之臣啊。我代表大日本皇军感谢你啊。谢谢张局长夸奖。哎，可是现在让我们头疼的是，那份重要名单还没有找到啊，让我寝食难安呐。请局长放心，我一定抓紧时间尽快找到那份名单。我以为会在李一山手里，可是我失算了。不在李一山手里，那份名单会是在哪儿呢？山寨也没有，李霞身上也没有，那可能还在书院里面。书院？书院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，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找到呢？张局长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已经办到了。嗯，那你答应我的事儿什么时候兑现呢？只要你拿到名单，我马上派人帮你重建聚义寨。谢谢大总。大总，属下还有一件事请大总帮忙。讲。帮我杀了刘一鸣。好，谢谢大伯。